Shut. Come. Ready? Five. Roll. Shut. Come. Ready? Five. Roll.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河南卫视武林风》，我是现场解说蔡志贤，现在为各位带来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，由红方的赵小宇对上蓝方的乔斯范贝尔岑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这个蓝方是代表荷兰的 ARJ 拳馆，但是呢，他不常在 ARJ 那边训练，所以跟哈桑托伊他们并不熟。啊，一开始赵小宇这个被对方逼到角落，这就是对手惯用的招式。这个乔斯常常用重拳加双飞膝把对手逼到角落，动弹不得，所以今天赵小宇要小心一点。赵小宇渐渐又被逼到角落了。过去我们的乔斯打的比赛啊是比较粗暴一点，比较粗野一点的，甚至有一些是在武林风会犯规的动作，所以赵小宇要小心。啊，一开始双方啊重拳硬拼。赵小宇来自我们著名教练王伟的团队，所以呢他的拳法也是非常的好的。啊，现在因为蓝方的乔斯真的是攻击威力太强大了，短期间呢我们的赵小宇还没办法完全发挥到拳击的优势。啊，高扫有点效果，但是对方立刻还颜色。啊，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啊就非常的紧张。双方呢是展现的这个很多，哎，这个转身漂亮，真的是，转身后摆拳来换了一个方位，有点传统武术的一个走位的一个感觉。好，要注意一下啊，这个乔斯也会用双飞膝大招来逼你，尤其在角落，换拳。现在蓝方就是想跟你拼拳法，蓝方打完拳之后还会蹲一下，这非常好的一个防守动作，又开始做了，所以两方啊都在斗拳法。然后现在我们的蓝方来换架跟你拼，赵小宇要趁对方换架不熟悉，刚讲完又换回来了啊，因为这个对蓝方假装成一个反架的选手，但是因为不太熟，赶快换回来换正架，免得遭遇危险。哦，漂亮，有效果。打到下巴了，可是呢这个蓝方真的是硬扛下来，走哎哎，我们赵小宇也是硬扛，说你犯规了。过去有一场比赛乔斯被对方重拳击倒，然后裁判没收比赛，这个乔斯啊差点去打裁判啊，所以乔斯这个家伙是脾气比较不好的。现在赵小宇做一个吸法，漂亮。哇，第一回合真的是啊，走，太精彩了，看你能不能玩 ，OK， 放，走，到在惊涛骇浪之中啊，第一回合就已经结束了。我们刚开始可以看到，在来自荷兰的乔斯展现的旺盛的一个攻击力，打得赵小宇有点放不开，但是呢，赵小宇神来一笔转身扣摆拳啊，差点击倒了乔斯。再看一下精彩的慢放，打完防反再组织一下再打。Second year. Ready? Five. Roll two. 然后在第一回合欣赏完双方精彩的拳法对攻之后，我们再看第二回合。再来，一拳速度非常的快啊！观众们可千万不要眨眼。但是因为这个蓝方把距离逼得很近啊，所以让这赵小宇要出拳法不出。出腿法都是比较困难的，这距离太近了，这膝法可用。OK， 但赵小宇把这个踢裆给吃下来了。
基本上因为有护裆的保护啊，所以也不一定是每次踢到都会痛的啊，所以我们赵小宇很快就恢复了。可以看到蓝方的战架，他的双脚非常的开，尤其前脚非常的向前，但是呢他也知道要保护自己前脚不要被赵小宇给踢到。那蓝方之所以会站得比较开，就是要他要保持着他拳法的一个攻击力。好，这个拳法家高扫踢做了漂亮啊，由蓝方乔斯做出了一串漂亮组合拳美技。好，进身击撞，走，哎，OK， 后退，听见了没有？哎呀，后退之后再进攻，好。刚刚我们赵小宇啊，在近身的时候不要去鞠躬，你要跟对方鞠躬要远一点，你一鞠躬对方膝上都，你不是倒霉了吗？好，要注意一下啊，要跟对方示意的话要远一点再示意啊。好，这个被对方换架逮到了，啊，所以对方正反架还是有点优势的，还是有点效果的。可是看他，我们各位可以看了，赵小宇面无表情，而且眼睛眨都不眨的，直直的盯着我们的乔斯来看。哎，摇闪漂亮，嘿，你摇闪我会向后拉杆。好，现在蓝方是反架哦，哎，所以我们的刚刚赵小宇有点不察，哎，想说这个拳怎么从我这边跑进来了，因为对方换架了，因为有时候盯后对方的后直盯久了之后，对方换架会搞不清楚状况啊。但是呢也可以趁对方换架防守比较不够严谨的情况下，赵小宇刚要做个变化，同样是转身动作，他不做拳是出腿，做个变化啊，但是他把这个动作给缩回来了。这个赵小宇刚有点可惜哈，在近身出好几拳都从对方的耳朵旁边削过去，这个出拳的动作已经可能是比较累了，没有转腰，动作有点跑掉了，要小心。待会在慢放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赵小宇在近身时候的连续四拳，从对方的耳朵擦过去啊，就是代表他累了没转腰。啊，挨到一拳，双方的拉杆啊，赵小宇真的很会拉杆啊，但是被打到了，又打到。赵小宇要特别注意自己头部的防守，因为从慢放可以看出来他的头部已经被锁定了，在第二回合被我们的蓝方的乔斯打到太多次了。现在蓝方跑了一下说，哎，你要干嘛，原来你要抱我，好吧，给你抱一下。我们的赵小宇要注意，你的反射神经没有那么的好，你在做摇闪，但是呢你并没有办法把对方的拳跟腿给躲掉啊，所以还是要把手拿高哦，或是做一些拨拳击腿的一些辅助的动作，小心打得太乱了，这个变线又被踢到了，因为他被骗了，然后手没拿高啊，所以呢整个都塞漏了下巴，啊，又要转身了，这个动作人家已经看清楚了，这转身别再做了。看起来这个蓝方打的是比较清晰一点，他头脑是比较清楚一点，距离角度这个蓝方都做得还不错啊。小心，赵小宇可能也是累了啊，打得有点混乱。你看刚刚打完之后，赵小宇要追击，我们的蓝方就后撤，把距离给拉开了。赵小宇要再改变一下自己进攻的方式，
哎，这个头球低。再一次，啊，原来对方转身动作也是不错的，再加一个抱摔。那我们在这个双方脚边角都要把这个椅子要拿出去，啊，拿远一点啊，免得在做刚刚的摔法动作的时候会头部会这个打到椅子，那会很危险的。好，两个拳法互换，有没有效果？刚刚两方乔斯也挨了我们赵小宇好几拳了。双方打到现在都已经有点头昏了，也有点累了。好，但是因为蓝方摇闪真的还是不错。走！哇，这个力量好大。OK， 哇，那会被对方这样一把就摔开，也代表这个赵小宇的这下盘比较不稳。这是他要自己在多加训练的地方。哎，转身啊，拳没中，补一个膝撞。啊，累了累了哦，赵小宇太累了，自己的重心都控制不了了。所以后续赵小宇的体力要再加强一下，尤其在第三回合可以反攻的时刻吧，因为自己体力下滑没办法反攻，这个浪费掉机会太可惜了。好，现在赵小宇啊挨了一拳，蓝方趁着赵小宇从绳圈外，Winner!